崇德一个旭日东升充满希望的道场，从天津到台湾，从台湾到世界各地，不弃荒芜，不惧艰难，坚定信念，开放心胸，创造了一套稳固踏实、人人乐于修办的价值体系，建立起一个落实集体领导、整体带动的强大文化道风。法医崇德领导前人陈大姑不休息菩萨，一生追随老前人白水圣地修办道。1947年首度来台，因水土不服返回天津休养。1948年8月，与各位前人再度来台，开皇初期以斗六重修堂为基础。1949年，两岸分治，关考连连，经济断绝，言语不通。此时大环境条件不利，老前人、前人皆历经牢狱之灾，艰苦万分。然而，非凡的来历越是困境的磨练，越彰显了修道志节与坚毅的力量。1956年，师母必考到三明路。见到前人所居住的房子，家徒四壁，勉励前人，忍耐吧，将来你有住不完的房子。50年代，崇德道务在云林彰化地区开展，白洋大庙遍及各乡镇。随着台湾社会结构的改变，道务渐渐转向都市的工厂及学校，虽有关考，但道务在安定中稳健成长。1970年起，前人开荒台北、台中、苗栗、高雄、台南，海外道场日本、新加坡、吉隆坡、亚罗士打。学界道务发展由逢甲大学向北开展文化、淡江、名传等。几年间，学界盛况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，曾经有21天开20班法会的记录。逆境能打败弱者而造就强者。1980年，上天提前的锤炼，前人以大破大立的决心，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站起来。将过去传统的一人领导形态转向集体领导，极致运作，倡导忠义精神。前人的改变不但奠定崇德道务可大可久的宏观格局，也创造了一贯道在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定位。1985年开始，由台北市办推动内外齐步运作，落实分区运作，强化十组分工，使人人有事做，事事有人做，创立五大基金会，走入人群，服务社会，深入义理，培育人才，将讲员班改制为5年进修班。前人苦口婆心，马不停蹄奔走，研习，说明，宣传，减低个人阻挠，加强团队概念，证明了你不怕困难，困难就怕你。你真心为众，人才就欢喜归队参与修办。崇德之光，四海归心，各道场彼此交流观摩，达成共识。1991年，斗南团结自强联谊运动大会，以建立一道同风的弥勒家园，肯定国内外各道场，提倡三界一员，分界不分心，因材施教，老中青少世代传承，
皆是法医崇德开创修道新纪元，迈向标准道场。夜空中的一点星光，追天命，成天命，续慧命。1995年，老前人公元国满成道回天，前人提倡报恩年，万家生佛。同年，活佛师尊在日本天一宫灵坛慈悲，没有你们前人的天命，没有你们前人去走，就没有你们。你们要饮水思源，要感谢，并对前人说，我带领你到老母那边去接天命，我要完成最后的使命，你承受了，好好去走，只要你有心，为师助你到那里。前人承天谨命，替师分忧代劳，崇德旭日东升，道务发展后来居上，一处处佛堂，一篇篇妙训，印证天命的殊胜，见证道之尊贵。1998年2月25日，崇德佛院安坐典礼。1999年3月21日，举行崇德国际道务中心光会文教纪念馆落成启用典礼，由曾同基坛主发心奉献土地，兴建过程仙佛助道，显化斑斑，展现了崇德前瞻的新时代修办大格局。2000年1月18日，台北道场崇德佛院安坐大典嘉宾云集。3月20日，崇德文教纪念馆落成典礼，大鹏展翅五福祥真，也是前人开创台北道场30周年，召集小组点传师粉墨登场，放下身段，膝下承欢，天人欢喜，神人共赞，更展现了道务发展全方位功能建设，组织架构明确，制度发展完备，深耕台湾海外发展，本固之荣。大姑前人自2005年在玉龙休养期间，崇德各道场集体运作，基层实务运作操练更熟练，团结共事更紧密。2008年1月7日，前人公元国满成道回天，崇德负责群代表决议，将前人的修办精神定为慈悲喜舍的一生，并以前人佛归本位，众后学送佛回天的告别仪式，万人瞻仰，隆重庄严。同年6月15日，于崇德道务中心与海内外点传师结缘，此事的内容与定位的方针不谋而合，彰显崇德众后学与前人特殊的因缘与感悟觉察。老母慈悲，四风不休息菩萨在天永续领导，主动前往各地视察，同步开沙的灵力，生前喜好习惯不变，来去自由，明察秋毫，是策动崇德道务发展的神圣力量，更是宗教发展中独一无二的在天领导模式。崇德负责群经过3年的磨合，2011年，不休息菩萨召开空前的天人国际视讯会议，以永续圣业、使命传承、崇德精神、百代兴传辞世内容，涵盖了崇德全方位发展事项，解决多少的疑虑问题，更影响了崇德未来跨多大步的重要关键。法医崇德精心办好手上每一段，齐心为天下开启，世世代代圣贤的传承。
2012年，崇德负责群决议，假台北小巨蛋举办崇德后福百代新传，不休息菩萨成道5周年纪念，以巩固体制、感恩展演的誓师大会，以6大新传为主轴，结合修办核心精神，运用网络媒体、影像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的多元呈现，满满的感动激励了全场2万多人，让全球道亲更凝聚，开创更有动力，更稳定地启动了崇德人崇德命最高天职的放命机制。发展靠组织，传承靠制度，天意主旨，天命加持。2013年，由固本计划转为固本图强的道务推动，拓坛翻倍，清口坛主人员的增加，修办导航 GPS 精准定位，动起来修办金字塔，崇德大跃进，在前人奠定的厚实基础下，道务德业成长无上限，展现了团队的力量与救世的决心。听话照做，按图施工。除了道务的向上跃升，人才的培育，各道场崇德佛院、各区崇会佛院、养慧楼、教学楼、崇德发事业大楼，软硬体建设不间断。崇德得天独厚，承接圣地之心，以不休息菩萨之精神，匡扶国内外，济挽三曹。2017年，老母恩寺忠义鼎视为崇德镇宝、白羊镇宝，以彰显正命正传之天命永昌、长长久久、忠义精神，威信天下，愿力撼动三界。三足鼎立，经训、实务、修持，人人真心下功夫，展现新格局。2018年，铸鼎完成，崇德道务中心举行迎鼎盛典。道务的成长，人才齐备，皇母四鼎，恩师告知九鼎天下，崇德人开创道场。2018年，由国内增加为9大道场，海外7大道场，海外17个道务中心。同年，老母再祀，万事金钟，崇德道场国际化，金钟一鼎助收员。上天重责托付崇德道场，恩师嘱咐白羊镇宝有其三，待三宝齐聚，恭迎老母训批辞世。2018年不休息菩萨成道10周年感恩纪念暨固本图强大跃进，乃是前人修办精神与效法，前人的慈悲喜舍、忠义精神、志愿宏深、使命责任永续传承。道场最重要的就是人才，发掘人才，
培育人才，善用人才。于此，由道务中心道务、班务、学界三组策划会议，研拟班务促进道务发展。仙佛辞世，定作修办人才，修办道成途，圣贤桥安稳直上圣贤之路。前人开路，仙佛引路，我们携手同行创道路。天之半辰与始祖，三线共构，天职、班程与始祖，乃攸关一个人的成就，一个道场的兴衰，一个团队成与败的关键。三者齐力齐动，培训人才辈出，班务促进道务，心愿修班之路。面对新时局，迎接新挑战，2020年世界面临新冠病毒所引发的全球性灾劫。六月份坛主班仙佛开沙辞训老母慈悲，不忍玉石俱焚，降来了号召令下诏三界，28星宿各回本轨定位。大家齐心串起大愿力，转动三界。崇德负责群接旨，迅速发文海内外道场。农历6月15日夏季老母大典，全体道亲叩首祈求，发愿息灾。灾劫频临，重启愿力，以精进年道务基本功6+1，每周成全+1，每月办道+1，每月法会+1，每月坛会+1，班务法会+1，每年社坛+1。天职是愿力，公职是责任，数字是愿力，重量再升级。唯有愿力才可以转动业力，唯有真功实善必可转化灾劫。停班停课不停学，道务中心启动视讯课程，关心海内外各地道亲身心的安顿，及疫情期间道务如何持续运作。配合相关防疫规定，各道场陆续开办小型法会、研究班，积极成全道亲。天恩浩荡，师德无疆，金古奇观旷世巨作，白杨祖师纪念庙，由汤文万总裁深受不休息菩萨德性感召而发心兴建奉献总会。9月26日及10月17日，崇德负责群秉承不休息菩萨的遗愿，全力相助白杨圣庙安座落成典礼盛况空前。
是2月27日协助总会策划师尊师母传道90周年感恩大会，融合祖先团结，展现崇德大格局，敬天爱人，默默付出，在灾劫频传的时局中点燃希望，为师尊师母老前人前人布德，助大道，挽化众生，避灾劫，化为祥和，为世界付出心力，为人间留下典范。2021年不休息菩萨辞世，疫情中要深入四化，数位视讯授课互动化，远距关怀健康自动化，每日持斋祈福普及化，道务深耕成全繁星化，觉醒与前瞻，传承与发展，不为失败找理由，要为成功找方法，五大运作法则，把谈办好，把班带好，把会开好，把人才培好，把目标做好。诚心感天方可度众，诚心天之方显尊贵，诚心使命方可大奔，为将来开辟一条宽广大道，让人才辈出。非常时局，非常时期，非常作为，以非常非常坚定的心来修办，困难越大，荣耀也越大。身在崇德真幸福，行功了愿机会多。一代传一代，一波传一波，都有人继续，那才叫可大可久，将来啊，真能够传承，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真正是一个道中心，能够千秋万世。感恩前人缔造一个家，家住崇德人；感恩前人留下一个愿，谨系崇德人。崇德负责群与全体道亲，大家心手相连，全方位的开展，让圣业惠命，万古长新。崇德图强，齐心努力，再造荣耀，续创辉煌。